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汽车火锅频道。那我们今天预测是2020年2月20号星期四的精彩539预测号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转到纸张页面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到2月19号今天开是02、6跟20，好，号码24跟34，看来今天也是没有开出星期牌三尾的牌啊，我又打乌龟了。好，那这个再把它做个统计哦。你看0144，不过我们发现到他好像都是会故意做加一的动作变四尾，然后礼拜一你看会变成加一，呈现一个加一的动作。礼拜六全没有。有时候这种星期牌是会失效的，有时候他会故意跟你做加一的动作，所以也要留意一下哦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下预测，明天礼拜四2月20号的预测有什么号码呢？好，我们现在转到那个曲线，那个看到这一张哦，曲线图上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有什么号码可以抓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第47礼拜六08隔一期09，那我们看到隔一期应该就是10，然后有看到这样的形式，会10会开出来吗？这文是一个预估的10。然后还有一个牌是多少呢？我看一下哦。看一下哦。04、01、02、03。在这种曲线图也是有可能03。因为原本星期四，那我发现到好像会加一或是减一，或是因为有时候我会故意这样跟你预估三尾牌，又跟你变四尾。有时候跟你，可大家都觉得会估，哎，2333会牵中牌，又跟你故意隔壁一个跳牌的方式，故意就让你跟你改变它的模式啊。所以有时候它的改变模式是故意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要有点改变它那种策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10的牌，因为09101嘛，那我就0809隔一期就是10，这样去抓哈，10。好，那我10先写入哈，在0102会不会03在这边？03、05、06、05、06、06，这边今天连啦。最近好像都抓会跑这种连带的动作，那连带的动作。好，那我先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看的板路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第28期20开，然后下一期21开24开，好，在这边33期20开，下一期23开，26开，这明显就是加二，隔一期加二。好，再来20开，刚刚我讲的隔一期加二嘛，会不会就是可能25开？还有一个我看一下，23、24加二，就23、26加二加二。25开跟28，就可能25跟28，20开嘛，你就抓25跟28，这种初期啊，我觉得应该就是25跟28，最有机会的这种排路啊，25跟28，这我很想的25跟28，看一下25，假设是25的话，那28。因为我们看到它是加二的动作，二零开，下期21、24，
那20开变23 26， 你看加2，那20开25跟28加2动的，那20开25 28，这样的反路机会也是有，并不是说没有。好，那我把25 28新拿入25 28结巴，2528，好，还有一个是35开，三隔一起34开，那这是隔一起，再来就是说3031，原本出估是32会开，结果还有333尾，结果32跟30没有，还开34，所以有时候它是这样的做这种动作。我在想会不会五尾开、啊，五尾我们有抓个25啊，因为礼拜四嘛，有时候刚才讲的前面现在有点变成说用加一的动作下去，那我看一下哦，还是35吗？看一下哦，还有什么板路可以测一下参考？这位33，有时候发现到，你看星期二就开01的牌，递减，看 shoot， 你看原本猜三尾就会开02，会不会04开三尾的牌？有可能啊，你看像原本我们估33，他又跟你要34，有时候这种牌就是更故意的。看一下，你看原本我们猜这一期3。就还是跟你递减03，最后那一估啊，应该03有机会。03，我们还是这期还是要发挥03的动作哦。03、10、25跟28，比较机会的牌，那还有什么牌子会比较有机会？33吗？原本这样顺序好像已经到这为止就没有再继续延伸了，还是在隔一期跟你，哎，这边隔一期29还是多少？你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可以看的板路？看一下哦。这有时候这种板路哦，真的要找一下。现在搞板路还要做改变。好，你看一下什么板路可以走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刚才这样子四个号码五尾，其实五尾也很高哎。我们大家看一下这纸张上的哦板路，我们看一下是哦这里。723号的时候，他04开隔一期29开，对，723号04开下期29开，然后36隔两期开05五尾哈，这是一个。好，哪里？看一下哈，这最近期的板路是723号，好哪里？好这边。边最近期的这样子去做比对，小这里你看一样，1月10号04开，好，下一期29开，然后再下一期36开，隔两期05开，你看这刚刚好05开，那隔两期，好，再来我们看到哪里这一期，你看04开，29开，36开，隔两期05，所以五尾还是有机会哦。五尾啊，你看1234隔四期隔305，所以五尾还是有机会在这边。在这里你看，它板路是一样，04、29、36，隔两期无尾。
我看这边，你看，真的是网友做记录啊，零四开、29开、36开，各两期05。好，这是一个板路无尾的板，它另外一个板路，等一下啊，还有哪一个？另外一个板路是哪里？稍等一下，看一下哦。不是这一张。哦，另外板路是这里的，你看36开，隔期06开、34开、35开，你看这个35哦，看一下36、06、34、35，好的，另外一个板路是在，看一下是哪一个，我做记录，来这边36开，然后。零六开，还有一个34开，那35会不会也出来？35也是有可能。这是参考有一个比较近期的，就是6月份这个板路，你看36开，06开，34开，再35，这也是一个形式，你看最近你看三。这里36开，06开，34开，35开，这个板路也是有机会，所以无尾我们就觉得这有两种方式，还有那05啊，我们刚才讲抓05，还有哪一个25，25刚才前面有讲过，然后35，所以无尾也是有机会。你看原本礼拜四我很想要抓四尾，结果它。会不会现在这周是用 shift 的，都移位的方式，故意让你觉得说，哦，有可能都移位方式，所以你这五尾也是有机会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五尾纳入进去，那我们就把这个05作为参考，03、05、10。25、28、35，OK，就这六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，那以五尾为基准，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记得按订阅及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了。那祝大家都可以中奖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